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个打狗。这打狗里面呢就没有牛肉，没有什么了啊，这没有红肉了。我们今天用的是鱼肉、鸡蛋啊，还有仙人掌、柠檬啊，还有这个芹菜，然后这个大蒜、洋葱，还有西红柿，还有这个胡萝卜、香菜啊，然后呢，还有我们这个刚出炉的这个叫这个玉米饼啊。嗯，你看这个多地啊，就是玉米饼的意思啊，这个麦子是玉米的意思啊，阿玛利欧是黄色的意思，就是黄色的玉米啊做的这么一个玉米饼。好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墨西哥的这么偏辣的一个酱哦，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是非常少量的一个辣椒啊，但是它非常非常辣啊，它的名字叫阿巴尼诺。两个锅都开始加热了，我现在先把这个玉米饼展开以后是这样啊。这是做打狗的，我们先给它放在这边，先放在这个小锅上，先给它加热。完了以后呢，我是坚持不用油的。那么这个鱼肉先给它放上去，好，这鱼肉差不多了。然后右边我又放了第二个这个玉米饼。那么现在开始我们放仙人掌、西红柿、芹菜、大蒜、洋葱，还有胡萝卜，还有这个辣椒，然后还有鸡蛋。好了，这个放了一些佐料之后，我们这个放个香菜。好，还挤点柠檬。基本可以关火了，准备柠檬。好了，那么就可以开始吃了。这个叫什么？鱼肉的这个馅我们就做好了啊，带着仙人掌的啊，然后芹菜呀、什么啊、西红柿的，这是玉米饼啊，都已经弄好了啊，然后这里是它的酱啊，那我们一会儿呢就把它来做三个啊。这个三个打狗就做好了啊，一点油都没有。降血脂什么，减肥，降血压是吧，还有什么降胆固醇，还有降什么啊，防痛风。然后柠檬呢再往上撒一点都可以啊，再来一点。好，再来一点啊，那味道肯定非常棒。